这球在界外区，打得还蛮远的哦。这球又是一个飞球，哇，这个飞球也敲得很扎实，也很扎实，哇，过去了。哇，在今年一军的第一打席就出现了 solo home run。一上来就火力的展示哦，前一颗虽然是界外全垒打，但稍微调整弹道，这一球就轰出在界内的全垒打，这个滑球还是被逮到了。观众也很厉害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